弟人的不是生理人的，兄弟人的背后万众深刻啊，退一步是什么名义吗？死路一条，你知无啊？代志无这么严重啦，咱想看卖，咱即马小退一下，以后要是咱找机会哦，我就会偷偷回来，敢是？山石仔场是大家兄弟拼出来啦，我无可能让位啦，因若硬买嘛无要紧啦，我会甲因十三样拍到要焦巴啦。我是为了咱这兄弟性命安全，你想嘞？我敢无为兄弟？你即摆在讲啥？你若去替十三样加讲一句话，莫怪我无带念咱兄弟的情啊！你莫是毋知影状况，才会讲迄种话。你敢有需要为了这件代志，家己也从不去生气？我就是无法度接受，在你莫心目中有别人比我高。李小姐，阁是你亲生。姐啊，不要饮酒。你真正做我来遮饮酒的，我是感慨啊！咱兄弟做伙要一世人哎，想袂到经过十万年，可会当坐落来好好饮一杯酒。来，过来，我来敬你啊！敬你为兄弟负责，唔那是阿孙，还佫有我，我真感谢。来一杯，来敬阿英啊！阿英，你在天之灵，一定要保庇阮兄弟，找到台里的凶手。阿英，这杯你赢。你敢有啥物话想要对阿英讲？阿英，你到底想要讲啥？我问你最后一次，你有熟悉金榜？你搁问我一百摆，也是无解。虽然讲伊是我的金主，也毋过我毋知伊是啥，我嘛无见过伊本人。二号，你若是跟我讲老实话，我真正还有法度跟你做兄弟。我讲的拢是老实话。那安尼是安怎？你的话跟金党跟我讲的无同款。阿耀会跟金党见过面，真有可能啊。因两个人若是见面，金党的那有可能放阿耀走。想袂到西里七坎内面上巧的迄个林文豪，嘛有讲袂出话的时阵。哎呦，你是毋是听到什么风声？咱兄弟即摆袂堪咩？安尼互相猜忌。即阵啊，你看我咧找金党的，是毋是感觉我真好笑？我真正是有够戆，竟然相信你即个我同好的兄弟。你还要把目标放伫十三亿，就是想要报复金党的，为何你家己公司的利益？想要到你真正甲金党见面啊？哎，伊是不是甲你讲，我是一个双面刀鬼，叫你千万唔通相信。这免伊甲我讲。好，既然你已经甲金党见过面啦，那呢，我嘛无什么通好隐瞒。我确实一直有甲金党伫联络，不过安尼做，不是为了我家己，是为了你。
你讲这种话，贵在相信。哎呀，你家己好好想看卖。我若真正想要治你的性命，你这么刚给我发毒，直接要饮酒。我所做的一切，拢是为了要争取时间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。安尼我感谢你，感谢你饶我一命。唔免，我敢那希望你莫有紧张的事啦。今嘛，咱一定要互相信任，要我得对付。本来金丹我是半信半疑，所以我想要问你最后一次，因为事实证明，你是不是来无我这个兄弟？当初金丹的害死阿林甲伊巴肚内的囡仔，今嘛伤害秀敏啊，甚至害死阿英，你煞要替金丹的，把所有事情推给十三英？你莫忘记了，阿英嘛是你的兄弟，林伟豪，你安尼做干咩事人？也凭有你这样安塞，你莫有这个老爸，这就是悲哀啊！你敢听你？当初那不是你这么固执，坚持要跟十三英作对，这摆跟我见面的代志啊！这一切都是你自己做的来，阿玲是好的害死，阿英嘛是好的害死，这摆更加不可能，我连害死亚萍跟李梦，绝对不可能！我会出代志，我会无惊的事，都是你伫我背后创啊！想啥物来做？假使你阁唔承认，起来阁我骂我，继续甲金丹合作。兄弟，我无你这种兄弟，我无你这种背骨的兄弟。你的情况就到这为止。你确实是在咧这间内底上好拍戏咧，也毋过，嘛是上好演一个。思念的你，予阮愈来愈活，唔惊落。